影片开始前，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赶快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OK， 影片开始 ，Let's go。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哎，好，来打片台独无敌手，你好，来，安安几岁？哪里人？33岁，福州人。好，33岁，福州的网友，好，来，这位福州朋友，你想说什么？就先上来的话，我就先怼一些人，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个绿营的，好像都是很喜欢在你的频道里面留言打字，但是基本上没怎么上麦。对，好吧。对，我觉得很无聊。那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比较厉害的人，可以上来和我打打擂台，我觉得很无聊。也给那个柳杰克增加一下流量，对吧？就我起的这个名字嘛，就是打遍台独无敌手。所以你希望绿营的赶快上麦跟你 battle 是不是？对啊，因为我觉得最好挑点厉害的。就比如说是像巴勇那种水平的，怎么说呢？我都是单手的。像谁？像那个巴勇嘛，巴勇嘛，摄图日志。就那种水平的话，就基本上我是可以把他摁在地上摩擦的那种。希望你觉得你的水平比他强得多。因为我之前和他在那个你有跟他底下留言，你有跟他辩过吗？有辩过啊，那就是直接被我打爆了。他会接线上 call in 的这种节目吗？不会，但是我之前看过他接的那种，其实你一听，你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他都是找那种人扮演的，就很没意思。如果有谁能够帮我联系到他的话，我是很乐意跟他对线。那你怎么知道你能够把他按在地上摩擦？就他跟人家对线的那些东西，我一听我就知道是怎么破解的。就我就大言不惭的讲一下，哪怕是当时的5030，和我对线，我为什么他打爆？就是他说那个，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然后那我今天就稍微讲一下吧，就是那个，因为讲一下民主吧。就因为我看杰克你的节目嘛，就经常发现你在街访中的有些人，他们经常讲自由民主。你当时问他们对台湾民主的看法，我听完觉得他们的回答实际上回答的都是自由。对啊，我讲了。他们是不理解民主和自由之间的区别，就讲了半天的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他们其实脑子里面是没有一丁点的概念的。是，很多人是把言论自由还有政治自由当成了民主。民主和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然后其实我听了你很多期节目，就很多人讲民主，我觉得他们讲的很多东西都很边缘的东西。那我今天就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杰克，你觉得呢？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民主就是一个手段啊，目的就是要老百姓过好日子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施政以后的，就是在我看来啊，你说这是什么以后？就你说过上好日子，那个是选上那个以后，就是他投票这件事情的那个本质上的目的是什么？投票这个事情本质上的目的。是什么？公平吧，投票是公平嘛？对，你太棒了。其实，在我看来，就说民主的根本本质是通过一人一票来达到平分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政治上面的一个平等。就之前有的人不是在你的节目中有提到过，原来苏联他们提倡的是民主，是美国提倡的是自由，是讲的不是特别准确。苏联提倡的其实是平等。苏联的平等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经济上的平等，也就是计划，那个经济上面的公有制，另外一个政治上的平等，也就是民主。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把民主的概念吸收过来。嗯，在我看来，今天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为什么出现了问题？它的本质上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天然的不适配民主制度。嗯，这个就是我的暴露。资本主义天然不适合民主。OK， 我来解释一下。好，就是这几十年的西方的民主的一个变化，美国的民主的变化。嗯，为什么现在美国逐步的衰落？不只是美国，比如说英国、法国这种所谓的传统的最为典型的民主国家，都在民主衰退。嗯，美国出现了红脖子，他们有 MAGA。对，英国呢去搞脱欧，嗯，法国去搞背心，嗯，意大利呢建了比墨索里尼思想还要极端的极右政党，上台，嗯，他们的民主制度衰落的时间是如此的同步，是什么引发他们衰落？不可能简单的巧，你这样说出来都没人信的，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不匹配，嗯，直接原因因为经济周期的循环到了，嗯哼，民主是政治权力的平均分配，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嗯，是自由贸易，是自由竞争，你弱你活该，被我打败了就是优胜劣汰，嗯，它就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马太效应。资本的垄断和财富向少数人聚集，嗯哼，结果是经济上的不公平。对，这个节目里面已经强调过无数次了，在我们中国大陆，我们一定会强调一个哲学逻辑，嗯，物质决定精神，嗯，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嗯，经济基础是自由，而上层建筑却是平等，嗯，他们不是一个好的东西，这种不协调的关系必然导致系统，嗯，啊，有人会说，哎呀，你这个胡说八道，你看以前那个西方制度为什么实施的那么好，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对吗？嗯，我承认这一点，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正是美欧日经历的黄金时代，嗯，美国普通的产业工人，比如说一个汽车工人，他一个人出去工作，老婆在家里面当全职太太，嗯，生两三个，家里有一栋房子，还有开一辆车，每天都可以吃上牛排，然后还可以出国去旅游，嗯，日本呢有着绝对多数的中产阶级，嗯，有所谓螳螂型社会，嗯，那个时候国内的工资对美国的向往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嗯，为什么那个时候美国的政治制度可以匹配它的经济制度？因为当时有个国，它叫苏联，嗯，因为苏联存在，资本家不得不去缓和劳资矛盾，嗯，如果让美苏竞争中苏联最终获胜，那么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资本家这个阶级他们就消失了，嗯，财富要分给普通人，甚至于他们的肉身会被挂路灯，嗯，因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去给工人建立福利体系，嗯，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嗯，就有了我前面所说的美国黄金时代普通工人的那种梦幻般的生活，嗯，叶瓦拉格说过，他们给你福利，给你更高的工资，给你建立医院、建立学校，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我们曾经来过。嗯，那个时候欧美的收入是相对平均的，是相对均富的。嗯，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时代，他们的民主制度就得以良好运转。嗯，但是苏联倒台之后，资本是不是开始全球化了？嗯，垄断是被不断的强化。嗯，结果导致
原本这个资本所在国家的平均工资相对于它的通胀来讲其实是降低的。嗯，今天在台湾也一样，物价在涨，工资几十年是不是没有涨了？嗯，像美国也是一样，他们国家的工作机会减少了，而劳动力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嗯，当供求关系改变了以后，供大于求，那么这个东西的价格就会降低，那你的工资也会降低。嗯，为什么美国会出现红脖子，法国有黄背心，美国人搞英国人搞脱欧这种事情，本质上都是因为这一代人的生活相对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来讲是下降的。嗯，他们的父辈祖辈读书可能就只上到高中。嗯，而他们贷款上了大学以后更加努力的工作，双方夫妻一起工作，嗯，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还反不如他们的父母。嗯，原来被苏联压制的内生性的经济危机周期又重新开，嗯，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底层的人越来越穷。嗯，一边呢是生产过剩，一边呢又是消费不足。嗯，全球化呢又会导致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家变得关联起来的，会变得同步。嗯，当切瓦拉格他们走掉之后，资本家逐渐把福利收回去了。嗯，各国内部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如果没有核武器，我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打起来了。嗯，全球化中中国和美国是得到了最多的好处，分走了最多的利润，但是却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把中国除掉的话，对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它的实力实际上差距是被拉大的。嗯哼，但是为美国普通人反而穷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分配出了问题。嗯，美国的资本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嗯，他们获得巨额的利润。嗯，但是在我本地的工作消失了，嗯，他们的工资下降之后，按照道理来讲，美国富人应该把从海外挣到的巨额利润拿出来一部分作为福利发给普通美国人，去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嗯，但是他们没有，而事实上富人交的税承担的义务比过去更少。嗯，巴菲特之前不是问他的那个助理吗？嗯，他说他交的他的助理还要低。嗯，川普2017年交的税才750美元。嗯，美国霸权的好处几乎都被富人吃掉了。嗯，支撑美国霸权的成本反而落到了普通人的身上。嗯，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嗯，美国政府救济那些华尔街，啊，所谓的大而不能倒。这是什么？叫做劫贫济富。嗯哼，这就导致了 MAGA 出现的根本原因。嗯，你会发现这些年民主社会的法律制度的设计越来越偏向富人。嗯，啊，新自由大行其道，富人交的税越来越低。按照民主制度的设计，这种情况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嗯，因为穷人和中产阶级他们才是社会中的大多数。嗯，有钱人的选票他是极少数的。嗯，比投票的话，有钱人的票应该是远远少于普通人的。嗯，被大多数普通人选出来的领导应该是代表普通人的利益。嗯，他们领导设计的制度法律更应该有利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嗯，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问题出在哪里？从理论上面来讲，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提供了机会平等，所有人都能参与政治，嗯，可以自由的选举和被选举。那么代表普通人利益的候选人应该会产生，并且他会当上领导的。理论或者这个领导就是普通人本身。对。但是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子。对。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的这种平等它只是机会平等。嗯，这个是虚假的平等，并没有什么卵用。嗯，
只有经济平等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机会平等相当于玩那个 MOBA 游戏，你是草鞋出门，我拿个狗头叠了10000层 Q， 升六神装，满级出门。你说啊，我们自由的去厮杀，你和我都有杀死对方，而实际上我们一对打，你打我半天，我一下不动，我回的血比我掉的血还多。我打你，我只要 A 一下秒杀你，这个就叫公平吗？对，这种机会公平有什么意义？垄断的资本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导致了所谓的候选人必须得到资本的支持，他才有露脸的机会上台。谁最终能被民众选择成为领导人，确实是民众投票决定的。但是这些候选人他们被民众选择的机会是谁给的？是资本。就是他们必须先成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才有资格被选择。结果就是无论你们投票给谁，本质上这些候选人他都要为资本阶级服务。他们不能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只是让你感觉你的投票能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 Surprise， 现在是工商时间，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我的 YouTube 频道，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叫做白金会员。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加入白金会员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以及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成为高级成员哦。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你加入就知道了。还不加入，还不加入，还不加入，赶快加入。